刚刚吃了一点早餐，是的，因为早上有8:30的课，我早上起来之后喂了蛋挞，然后煮了一个黑咖啡，我就喝完就出门了。然后今天真的好热，大概有30度。然后呢，就因为我们学校的地方是在美国的非常北边，都快到加拿大了，所以通常来说这边有9个月都是常年处于冬天的状态。但今年夏天就很奇怪，就是很热，然后学校没有装空调，因为平常很冷嘛，所以真的坐在教室里面，然后戴着口罩，然后那个教室呢就蛮小的，但是有20个人在里面，就我感觉我那口罩里面的脸都是在水里面那种感觉。所以就赶紧回来，上了2个小时之后回来之后，我感觉整个人在空调里面都活过来了。好的，然后今天呢是我们开学的第二天，我今天的安排呢就是早上刚上了一节乐理课，那节乐理课还蛮好玩的，就是讲流行歌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摇滚乐的分析和乐理。对，然后早上我们听了很多那种 rock and roll 的音乐。然后现在呢，我打算练会儿琴，因为待会儿11:30我有堂专业课，本学期的第一节专业课。然后下午呢，还要有一个 audition，是学校有一个三重奏，如果能够成功考上的话呢，就可以组一个就是学校重点培养的三重奏吧，就是那种感觉的东西。对，但是还是要面试，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面试上，就先试试看吧。OK，我现在去练琴啦。给大家看一只正在看小鸟的猫，娜娜，你在看小鸟吗？哎呦，你这个背影，好胖哦！你的腿像一只木瓜。有小鸟吗？外面？看不到。好了，去练琴了。你也看完了。3个小时，我仿佛过了3天。就我大概处理了有不下10封邮件吧，然后发了各种学校的老师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心好累。可能大家觉得啊，发邮件就是一件小事嘛，就没什么好心累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
当你发的那个对方是学校的比如说老师教授，然后或者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管理人员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担心发的一些措辞不当，然后让对方不舒服。但是同时呢，我又很着急的想把一件事情给说清楚，所以呢我就会哒哒哒哒哒特别着急的把一个邮件给写好，然后呢我就会回去看我要不要加一点礼貌措辞，就比如说Would it be possible? 或者说 Is it possible? 或者说 May I? 巴巴巴巴，就是会加一些这种无用但是呢又显礼貌的一些措辞，然后每一封邮件我都要去这样去 check， 所以就搞得心好累。然后现在呢我打算看会书，这本书呢已经快看完了，你看我的笔在这个地方，所以还剩一丢丢就看完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这本书记得最牢新学的且记得最牢的两个单词。第一个单词是这个单词，然后第二个单词呢是这个单词。如果有人不认识这两个单词的话，可以去查一下这两个单词，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我笑得如此的微妙了。这个表情就是这两个单词是我没想到的去看这本音乐史的书学到的最牢的两个单词。好了，我去看书了，晚些见，拜拜。 Let's do it.Thank you.